哎呀哈！什么风，把你吹回来了哇？哟，还在生气呀？你半年都没回来，今天回来做什么？好好好，小女子多有得罪，这厢给你赔礼了。 你哪里还是跟我赔礼的？你是来跟我摊牌的。爸，想通了吗？跟我回家吧。回去，回去做什么啊？打麻将。爸，客厅里三三不，做个老乖乖是不是啊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爸，你是因为身体不好。 才提前退休的，办那么大的企业交给我，我还等着你回去给我当红朵呢。你呀，风雨已满，早该单飞了。哎，燕子，你看我们家乡的风景如何？好看呐。我回乡考察了半年，这里有我们企业大批的资源，我想。爸。 这里养老了，不回去喽。你，好，你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。那好啊，就在这里陪我办企业，让玉辉锤银，西洋炼金。你真是个倔老头，哼，生了一个倔丫头。 有福，哼，我福在哪里呀？有福。
我老婆会造，有福。我会是贫困苦，有福。有苦还差不多。有福，你不要喝了。小凡，哟，见过叔。又来扶贫了。是啊，今天给他送来粮食举债。哦，真是难为你了啊。方干部，我女儿的养不活，还养猪。哎呀，你呀、啊，把这粮食举债带回去，别让他们跟着我啊一起倒霉。带回去，带回去。哎呀，有福，你的困难呐、啊，总有办法解决。你要振作起来，好好的过日子啊！过日子，我无能，我无能，我是。知道，是啊，我们正在想办法，一步一步地解决。我一个大男人，靠救济过日，我，哎，有福，有福，你起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方干部，我这的烂泥扶不起来，你回去吧，扶不起来。扶不起来，小凡，我们一起把他扶起来。好。度假村可行性方案，哈哈，这就是你要跟我谈的牌呀！我知道你这倔老头啊，大
定了军仪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，我就悄悄派人考察，定方案，给你一个大惊喜。哎呀，真是我的好丫头。我们大院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尤其是大院河在村旁，正适合建度假旅游村。有福哥，你那老房子可就值钱了。啊，都旧成那样还这么值钱呢？把它改成传统民宿，我来投资，你当老板。真的？到那时你在家就可以赚钱了，还可以再赚钱行销，陪着孩子一起长大。有福哥。